从益生菌畅享每一天，伊利每一天提醒您本期看点。好六千迎来加速队友，全员加速中，火药味正浓。我们叫180队，好六加速队，迎着你稀碎傻大个。一二三，看着没？一二三，看着没？一二三，看着没？这是我想都想不到的效果。对呀，真东西。蒙眼锁定你，攻击队派一个人坐在中间这把转椅上。三分，太厉害了！你这泼猴怎么会那么准？精彩，精彩，精彩，精彩！心理和速度的双重考验，谁能逃出升天？窒息，好窒息啊！哦 ，no no！ 不行，我现在看到他们有条件反射。开开开开开！这是怂弟弟啊！开开开开开开！卡住了呀！开开开 ，nice nice！ 他好稳，跑，快跑！李雪琴跑，李雪琴跑！您好，星期六首届合作伙伴伊利每一天，补充益生菌，畅享每一天。您好，星期六轻松关一达，打公交一达，轻松营业来两粒。淘宝，你好星期六，下节更精彩。淘宝，你好星期六，现在继续。你好，星期六，精彩看不够，欢迎大家来到好六街，欢迎各位。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《你好星期六》，淘宝、天猫618，好货好价淘不尽，欢迎弟弟回家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这个好六街来了几个身份比较特殊的朋友，其实也是我们非常亲的朋友。听说他们是从这个加速之城过来的，欢迎我们的欧阳娜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娜冰。欢迎傅龙飞。Hello， 欢迎。欢迎高瀚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高瀚宇，又见面了。啊，另外我们欢迎周柯宇。谢谢。另外呢，柯宇现在也有这个个人的演唱会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巡演。巡演，我们也多多期待，多多支持，好不好？周柯宇，谢谢谢谢。大家知道呢，我们非常期待的全员加速中终于要跟大家见面了，而且就在今天晚上，你好星期六之后，马上为大家奉上的就是全员加速中。另外呢，我们这个小丁和迪哥也在节目当中出现，是飞行了一期，挺好玩的，嗯。看完你好星期六不要走开，全员加速中接力开启。所以呢，大家一定要支持每周六晚上在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为大家上线的全员加速中。那这一晚一晚上都这几个人？对，霸屏，这霸屏对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主题就叫好六加速中。我们分成了两支队伍，分别是大哥
纳比、傅龙飞、高瀚宇和迪哥一队、我们一队啊。对对对，那太强了。好，这边有王鹤棣、林雪杰、丁程鑫、周柯宇，还有吴泽林一队，首次进队，朋友们，太强了。大家给自己的队伍起个名字好不好？又有好六团的人，又有全员加速的人。对对对，我们叫好六加速队。好六加速、啊。他们叫好六加速队，你们叫？我们叫321180队。那我们只能169队了。啊？怎么说呢，何老师？是这样的。我们队平均把我平均上都有180。哦，这个逻辑，这个逻辑。对对对。好，每队想一个自己的口号，给自己提振一下精神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首先是好六加速队的口号，来，3、2、1，好六加速队，赢得你稀碎，傻大个，傻大个。我们叫好六加速队，他们叫傻大个儿队。嗯，我给他们取的。已经开始攻击了，急眼了，急了，急眼了，急了，急了，你急了，急了，待会儿看好不好？来来来来来，180队，预备起！180，一定行，我们一步，你们两步才行，傻大个。你们再喊次口号，看着我们嘛，看着我们喊嘛。不来了好了，朋友们，本期没有别的内容，就是双方互喊口号。好，现在已经感受到浓浓的火药味。今天呢，我们一共有3轮的比拼，那么我们的规则是这样的，每一轮胜利的队伍都获得更高的积分，失败的队伍获得比较少的积分。而每一轮的比拼之后呢，我们所有的队员既是团队作战，也有个人的成绩，个人积分最少的3位要接受惩罚。好，那泽林，我们接下来进入什么样的环节呢？淘宝天猫618来了，当然是要买买买，现在跨店每满300减50，太划算了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答题加速中。来吧朋友们，第一轮的比拼叫做答题加速中，需要展现各位的脑力和反应力。我们的规则是这样的，我们一共有2轮的题型的比拼，两队轮流来作答，每个成员依次用5、4、3、2、1的字数来答题，我们叫减字打法。那么3秒钟没有能够答出呢，就算失败了，对方可以随机的惩罚2个人。你来不来5个字？5个字有点难，你可能比较好。先这么试试吧，我来1。你别闹！你真别闹，你别闹，你真别闹，信我，我这人就擅长总结。OK， 就给我1个字就行了。我们试一下那边的1号怎么样？你等会儿。娜娜，我给你一个就是忠告，不要站在迪哥旁边，容易那个水被溅到。随机惩罚对方的2个人，也就是我们这边的杨迪和谁？也可能是杨迪和杨迪。好，来喽，180队，请答题。加油啊，这加油！哇，好，有点紧张。请给王鹤棣起一个可爱的别称，来，开始。我的好弟弟，篮球高手，老、大哥，老大哥，2个字，王子，哦呦，王子，1个字，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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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是不是擅长总结？可以。我只能说，这个队的人物关系非常混乱，有个人既是老大哥又是仔，因为不能同一个意思嘛，是吧？好，接下来到了我们来，我差点忘了这件事情，你们要按5号和几号呢？等一下，那个商量一下。先按5号。行，可以，来，3、2、1，开始。脸上胡乱的拍。没事，把把都有我，放心。大哥，你要不要问一下是谁摁的一啊？不用想，肯定是弟弟。
不是我，不是你，不是你，我只是无情的去那个执行了这个操作而已。谁让你操作的？谁让你操作的？我不能说。哎呀，还真是个仔呢。好，下一题来了，迪哥加油啊！听好题，请你说出你比丁程鑫优秀的地方。脑子反应快。哎呦，脑子反应快。会弹钢琴。哦吼，比他老。他老，他老。啥？来来来来来，我老。哦，比他老。什么？什么？哎呀！这个我觉得我替小丁说句话，这是把不按二号说不过去。是的。但是五号也得按。为什么？你让我后面的工作人员歇会儿吧，五号陪一下吧。哎呀，存着行不行？咱们存个五个一起啊，一起按。哦哦，行啊行啊。你要是存不到怎么办？对啊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哎，你们的机会很有可能来了，这题特别难，难一点。加油啊，加油加油加油！请说出照镜子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？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一把大刺花。三、二，又长痘了，又长痘了。刮胡子，帅气，强。我问一下弟弟，你照镜子能照出自己很强？对啊，健完身嘛，健完身去照镜强。攒到四个了。好，很容易嘛，就差一个了。四个了哈，有点强啊，我们有点强、啊、没灵过没。哎，弟弟帽子都没戴上，个儿不大还傻。个儿不大还傻。加油加油，让我们按一次。到你们，一个浪漫的题目，告白的时候会说什么话？准备，一个字找。三、二、一，你看我好吗？想喝奶茶。你饿吗？爱你。呀，你把我的说了。亲。亲可以啊，可以。傅龙飞是这么表白的，对，他比较直白。哦，是吗？你真了解我。不是，你是跟客服表白的吗？亲可以啊。亲，我看了迪哥那里这。我亲你，不要把我作弊的事情说出去好吗？这个就一有提示，二不够准确，是不是？对，我觉得刚好就可以罚一个球，刚好装满五个。刚好给你们凑五个。你是做生意的吧？何老师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吧，可哎，来，咱们一人一个，赶紧结束这一切。来吧，被他们真的攒齐了，我天。好，来，三二一，走。哇！哇！哎呀，怎么了，迪哥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冷，反正。不错啊。好。太快了。再接再厉。下一题就不存在任何的主观判断。这一题呢叫做剪字唱歌，就是我会说一个歌手的名字，请你们每个人用剪字的方式唱同一首歌。首先依然是这个一八零队的题目，请听好。这位歌手我们都很熟悉，他呢也刚刚去做客了蘑菇屋，他就是毛不易。准备，三二一，开始。一杯敬朝阳，一杯敬月光，勾起我，多唱一个字。你唱三个就行了。我唱三个字，溜出来了。应该是提示的人多唱了吧？我都不会。那你还毛血旺？有一种说，幸亏弟弟在前面挡着。是。你们是现在就还是攒着？我们就是。活在当下，开心就好。攒什么攒啊？等会儿。
来个这个，来个这个，好，来个这个，这个。妥了，我还以为有些人良心发现，放过我一轮。来，下面这题很容易，它有非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，比如说，请唱一首林俊杰的歌来。因为在一千年以后，世界。来，请注意，林俊杰，三、二、一。因为在一千年以后，世界早已没有我的。谢刚啊，还拆题，我们押题押对了，真的假的？我刚才说练习一下，林俊杰。我们也押题，我们也押题。押谁？下一题应该是什么孙燕姿啊？这种有可能。第一天我看见。第一天是啥呀？莫文蔚。慢慢喜欢你。慢慢喜欢你。慢慢。OK 好 OK。慢慢的亲你，慢慢和你走在一起。对对对对对，没错没错没错。攒着还是现在就到？攒着，先不按，攒着啊，两个了啊。好，来喽，注意，孙燕姿。三二一，第一天我存在，第一次呼吸长，快站在现在。你怎么听答案都能听场了？刚刚不压的不是这首歌吗？刚刚是莫文蔚，在孙燕姿莫文蔚里面压了莫文蔚。来吧，我的，哎。作弊是不是得罚一个呀？没有，何老师，作弊是不是得罚一个？作弊当然可以罚一个呀，对不对？当然可以罚一个。好，来啊，三二一，走起！傻大个。好，最后一题，最后一题啊，腾格尔，三二一，蓝蓝的天空，星星晶晶，错了，蓝蓝的天空，晶晶的湖水，不对的呀，是这样的。中间你要自信的接下去，蓝蓝的天空，静静的湖水，哎呦，好，来吧，惩罚可以惩罚，来，就是其他四位朋友除了迪哥的可以离开了。我们是一个 team， 走吧。然后这样好不好？我在这来回走，你们随机就。对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这里来呀来呀来呀，哎，我往这儿走，哎来，哎呀，无乱的牌，无乱的命运在看你浑身一块，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。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，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。好，在刚才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好六加速队一共答对了三题，哦，这么点，然后我们180队答对了五题，哦，所以180队可以得到更多的积分，也就是40分，好六加速队可以得到20分。好的，大家也辛苦了，让我们一起来拼每一天，补充益生菌，畅享每一天，保持好状态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我们的队内分配环节，来吧，聊聊吧。是这样的，很简单，每一个人都有两个牌，一个写着评分，一个写着独吞。在商议之后呢，选择一张放到这个方格里面，少数的人拿走分数。但如果你们五个都是评分的话，那么每人得4分。如果你们五个都选了独吞，对不起，这20分就蒸发了，都没了。请商量。我觉得第一把
第一把大家第一把都平分，都平分，因为他们那一队一定会出现幺蛾子。迪哥，你要选独吞，我真不是人。他不在乎，大哥，他不在乎。什么？我在乎。平分呗。平分好不好？第一把，我觉得我们第一把大家非常的团结。这会儿迪哥越说平分，他就越有越要独吞。别拱我，我真要平分。我懂，我懂，这太尴尬了，不然都拱到这份上了。平分吧，真的平分。相信迪哥，相信迪哥啊，相信迪哥。我们相信你哦。三二一，好，评分。所有人都选好了，来，迪哥，人品啊，评分。完了，迪哥，没有吓你，他那绝对独吞。现在。三二一，请亮牌。哇，请亮牌。哇，请亮牌。你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更狠的人。我觉得我们第一把大家非常的团结。第一把嘛，是吧？刚才被零了，是吧？稍微来点慰藉一下自己嘛。哇，他们好惨啊！这样，刚才他们聊评分的时候，高瀚宇一句话都不敢说。杨迪没想到自己的人设被抢了。什么人呢？你是你上瘾了？你忘了你之前跟我商量好的，大家一起坐在那个墩上，是谁把我推下去的？抢装开始。上个月来的时候，完了，分崩离析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是零分是吗？龙飞，哎，你看你的表情配上这个零，非常的荒唐，不知道在得意什么。哎，你们下来瞧吧，下来瞧吧。我们一八零队呢有40分可以来分配。评分，评分，评分。我们一定不要出现那种情况。评分，大家都这么熟了，肯定评分、啊。真的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优势，就是他们队除了高瀚宇，其他人4个人都是零分。所以我们评分的话就也是处于一个就是中上的一个领先的水平。 对，都是第二名。 OK， 对，有道理。你看看，为了团结，继续为了团结，真的为了团结，一定要团结。柯宇，你那样是会不会太大方了？你先洗一下，这张是独吞对吧？对对。柯宇参加这个，我们在旁边看的都没悬念，我全部看到了。多坦荡啊！你先洗一下。我相信大家，所以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好，来了，朋友们，到底高瀚宇会不会是第一轮最有心机的那个男孩儿呢？请亮牌。请亮牌。你在干什么？救命！忘恩我的队友，高瀚宇救救我！单拎出来一队。哎，朋友们，我觉得是这个位置的问题，这个位置让人好贪呐、啊！哎，真的，我刚刚手放在这里，我准备出这张。哎，明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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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张就出过去了。
好气啊，好气啊，好气啊，好气，对不对？而且最重要的是跟他同一桌的周柯宇显得格外的透明坦荡。而且你们都说的那么清楚，稳赢的牌现在跟我们一样了。哥，我们稳赢的。我气的是要后槽牙。我们要惩罚的是倒数三位，所以呢，第二轮的比拼我们关注一下场上的局势是不是有变化。来，进入到第二轮的比拼。补充益生菌，畅享每一天，毅力每一天，提起您消耗看点。强豪随意棒，三分，太厉害了！你这泼猴怎么会那么准？一二三，看着没？一二三，看着没？啊！这是我想都想不到的效果。对呀，谁能比？您好，星期六首届合作伙伴伊利美一天，补充益生菌，畅享每一天。您好，星期六轻松关一达，打公交一达，轻松营业来两粒。淘宝，您好星期六，下节更精彩。淘宝，您好星期六，现在继续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一轮的比拼呢，需要在这个平衡力啊、直觉啊、力量啊，包括反应力方面进行比拼。我们会有三轮的小游戏，而且呢，每一轮对抗获胜队都会拿到20分，所以这一整个环节下来会有60分。哦，哎，赢再多分有什么用呢？也会被独吞。哎，这一轮还有机会背叛吗？有啊，有，还有啊，有。哎，只能说有的人啊。好，那失败的队也有10分，所以呢，我们三轮下来看看我们这个分数到底归谁，好不好？好。好的，大家加油！看完规则之后呢，就会觉得很紧张，替自己也捏了把汗。是不是紧张？心态越紧绷，越要努力放轻松。我呢，作为益达首席放松师，我建议大家放松一下，嚼益达。来，大家都来两粒，嚼一嚼，来放松放松。来，迪哥给我也来两粒。来，益达来两粒。嗯，嚼着嚼着，真的感觉没有那么紧张了。打工嚼益达，轻松营业来两粒，想要的都找我啊。来了，那马上进入我们第一轮的比拼。叫做蒙眼锁定你，攻击队派一个人坐在中间这把转椅上，防守队派4个人坐在对面的椅子上，然后转这个椅子转8圈，转完8圈之后，攻击队只能从上往下击打，好吗？好。第一轮我们要请180队王鹤棣攻击。哇，加油！老六加速队派出的是傅龙飞、高瀚宇、韩建赐和杨迪来防守。来，首先4位，你们决定一下你们的分值，好不好？到这边。哦，一共是1、2、3、4哈。对，我贴4是不是？有4吗？有啊，有人贴过了。那我3分吧。对，弟弟，来给你加点分，看准了啊，4分。来，好，弟弟先沾上。还很熟练，真没少给啊。这么多吗？好，来了，我们要先换位置坐，能看得到吗？那我就坐这边去吧。那我到那边去坐。好，来，待会儿来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是正对面、啊，正对面，对，正对面、啊，现在正对面，没错。来了，现在转8圈，准备挑战，开始，1圈，2圈，3圈，4圈，5圈。6圈，7圈，8圈，好，来，坐好。
下泼猴，根本没有在管分数。哇，你怎么打中的？蜘蛛感应吗？太厉害了！来，弟弟分享一下秘诀。就我在转之前，我这个手就正对着那个方向嘛。我在转的过程中，每到那个方向，我自己就记住是一圈，记住是一圈。然后到停的时候，我人转的时候，但我的手不动，我就知道我那个大概方向位置。就是不管是谁，肯定是这个位置，对吧？就是我坐的这个位置。那么拿到了这个三分，下面我们请韩剑次攻击。我攻击啊。那么180队防守的是丁程鑫、王鹤棣、周柯宇、李雪琴。是一二三四必须得拿啊！我拿一分吧，雪琴拿四分吧。我拿二。我拿四吗？让我看看，谁是四分呢？你找我？太坏了！找我！太坏了！找我吧！你以为我就不敢打吗？你打呗！哇！即刻不问我有一种，即刻不问我，好意思吗？打一分。好，来，首先是转八圈，预备备，开始。爱的魔力转圈圈。不是，大哥，你跳芭蕾呢？六七。八好，你们给人停一下行吗？多转了三圈，怎么还在转？你没在转，没在转，是你内心在转。点声音忽悠我一下呀！你是不是怀疑他们走了？对准了他，你打上了他的旁边，你比的是对的，但你下手的好让我失望。我以为王鹤棣脸上要迎门一棍，而且他们四个好安静。接下来丁程鑫攻击，欧阳娜娜、高瀚宇、谭剑次、杨迪防守。我添几分啊，迪哥？你添四分，他们不敢打你。他闭眼睛也不知道谁是谁、啊。也是哈，是吧？两分吧。中立一点，中立，把它立起来，不然很容易扫到别人。对，大哥，来吧，就剩你了。让我来好好检查一下。哎，头发不能乱啊。行了，你鼻子都给捏塌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严丝合缝。准备，先转八圈，预备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。
怎么自己在动啊？他是在动吗？哎，能不能让椅子已经停下来了？现在是一种头脑里面的眩晕。差一点点耶，弟，你知道你打得有多准吗？正正中间，就是没人的地方。我的天，好，不容易不容易，这个还有能够拿到。最后一轮，欧阳娜娜攻击，下面要防守的是弟弟 ，Double D， 柯宇弟弟和泽里。好，请下场，娜娜加油！目前到现在只有我挨了一棍。挨了一猴棍，一闷棍，一猴棍。娜娜，请坐。都贴上了，谁是四分？哎呦，弟弟是四分。我能打上都不错。给他当头一棒。请坐。一样是转八圈，预备起。一圈，两圈，三圈，四圈，五圈，六圈。七圈，八圈，好。很厉害了，纳比尼，就很厉害了。你知道你有多接近？哇，他刚要是打中弟弟，我们就输了。他好厉害啊！我刚刚是怎么样？你每一次指的都很准。他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在面前来响指，他们好冒险。因为我们的计策是我和弟弟，我和小丁分开坐，因为我们俩分值低，然后我们两个一直干扰。你得了吧，因为你那边没有发出声音，我就赶紧过来发出声音，你知道吗？我这边当然不能发出声音了。是不是有卧底啊？这一期。好。祝贺获胜的是180队。那么目前180队拿到20分，然后好六加速队拿到10分，这才第一个环节，没关系。接下来到我们第二轮的比拼，叫做大腿算术。好，进入到我们第二轮，叫做大腿算术。这个非常简单，每队要派出两个人轮流来答题，其中一个人来答题，另一个人是他的支撑腿。在这一分钟里面，哪一队答对的更多，哪一队就拿20分，剩下那一队就只拿10分。好嘞，那首先呢，要上场的是180队的王鹤棣、周柯宇。
你们如果是因为没站住，就不丢脸，就题没答对，主要是因为没站住，有道理啊，对不对？有道理，是不是？是的啊，好吧，好来啊，做好准备啊。你搂脖子，使劲搂脖子就行。对，来，预备，一分钟计时开始。好难啊！时间五加三加二，时间五五八十。好，回答正确，来。三。三加三，等一下，好，来，九除三加三除一，三加三六，回答正确。好，来，十一除一等于一，十一加一等于十，十二加一等于十三，回答正确。他们算得好快啊！五，回答正确，要踩在腿上不能抱啊！三十二十一除二，哎呀妈！22，对对对，好，这题超时了，非常棒，答对了五题，掌声给鼓励，漂亮，牛，厉害，好，下面我们要挑战的是一对好朋友，我们的大哥谭振赐和布隆费雀，哎，这好朋友也没有用啊，你俩太高了，你知道吗？重心不稳，他们队肯定稳，要干扰。好了，我们就开始啊，谁先？我先吧，来。好，来，预备备，一分钟计时，挑战开始。我是一张弓，战士一颗弓。哇，好厉害！十三十四十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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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他们两个人加起来快70岁了，我的天哪，加上我刚好100多岁。抓紧时间来，1×9=42，1×9=42，1×9=42，2×9=42，18，别小问，1×1=18，累不累啊？累不累啊？累不累啊？别搞他了，他本来你们不搞他，他都算不出来。累不累啊？不要跟他聊天。一，好，回到正确。2+1=3，3×3=2。回答正确，来，下一题，抓紧，抓紧。8、7、11、12、1，时间到。哇，怎么办？他开始编数了。这场可以了，可以。我中间没有看错吧？傅龙飞在那答题，这一边算着一边还
你累不累啊？中间还插话聊天。我跟傅龙辉说别聊天了，答题啊，是不是？他非常温柔的对大哥说：“你累不累啊？”别的不说，就这个体力活儿，明白？赢了，是不是？哎，赢了。你们的姿势非常的优雅，对对对，赢了，而且稳，标准，标准，标准。他全部给你喊错的，你全部答出去，没，再请一个。祝贺180队再次获得20分。然后好六加速队获得了10分，我们进入到最后一个环节，水枪版的321，看这边。好，来吧，好，大家在后面排队。小丁第一个，你第一个，我第一个，田忌赛马。先左边。行。这个非常的简单，失败的人被淘汰。行，到哪一队还剩下最后一个人，哪一队就赢了20分，好吧？好好好，首先石头剪刀布决定谁先攻，石头剪刀布，好，龙飞先攻，来，一二三看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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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！哇哦！好，布龙飞获胜，没事啊，来，没事。小丁，小丁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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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丁，小丁，继续。三二一，一二三，看这边。一二三，看这边。一二三，看这边。好，来，高汉以上。一跳舞，一跳舞，一跳舞，一跳舞。小丁，一跳舞，一跳舞，一跳舞。哎，休息了，谢谢同学们，谢谢同学们，休息了。坐着吧，坐着吧。继续，到我了。三二一二三看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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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走走走走走，什么？好，高汉宇战胜了丁程鑫，下面王鹤棣上来，准备王鹤棣先攻，一二三看这边，你刚刚想抽我们的人是吗？一二三看这边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看这边。一二三，不是，等一下，你们俩玩的好卡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网速偶尔还是会卡一下的。好，来继续，到汉语工来。一二三，看这边，你先放下，好，到我了。一二三，上。一二三，上。好，王鹤棣战胜了高瀚宇，现在大哥队，王鹤棣大哥先攻，加油！一二三，看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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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多姿！现在谭健次战胜了王鹤棣，现在周柯宇上，周柯宇先攻。还两个人，还两个人，他们就剩两个人了，咱们还有三个。我先是吧 ？OK。一二三，看这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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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现在还剩两个人，他们还剩哪鼻和迪哥，现哪鼻先攻，哪鼻先攻，来，好，来准备。我看呀 ，OK。一二三，看这边！一二三，看这边！一二三，看这边！不是，等一下！哎哎，这个游戏也有这种效果？等一下，不能这么玩啊！这是我想都想不到的效果。那我们输了还是赢了？他太紧张了，他太紧张。你没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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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输。他太紧张了。好，现在到周柯宇进攻，他太紧张了，原谅他，原谅他。笑死我了。来，继续。好，一二三，看这边。好。好，下面来到最后一个独喵喵，是我们的迪哥。最后一个了，最后一个了。他们还有两个人，他们还有周柯宇和吴泽林。迪哥，看你翻盘了。迪哥先攻。一二三，看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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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
两个独苗苗，现在是迪哥对吴泽林，三点了，来吧，迪哥，最后一把了，这是一个赛点，迪哥，获胜的人将会为自己的队多赢得十分。Hold on， 吴泽林先攻。准备好了吗，迪哥？吴泽林，一二三，看这边。一二三，看这边。Nice。一二三，看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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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迪哥！杨迪获胜。杨迪最后战胜了吴泽林，为好六加四队赢得了珍贵的二十分，一八零队获得了十分。那这样的话，整个的三轮下来，一八零队可以分五十分，而好六加四队可以分四十分。我们马上进行到我们的分配环节。首先要分配的是好六加四队，我们先来，对，好，走，做好准备。等会。问一下汉宇，你这把选择是平分？平分。娜娜，平分。平分。平分。难道我要说独吞吗？当然平分啊！准备好，各位准备出牌。好，来推出去，锁定好。汉宇和娜比已经做好准备了。好，迪哥也做好了准备。好，龙飞也做好了准备，大哥还在犹豫，大哥想了想，大哥，好，现在他们已经做好了选择，那么这四十分将会怎样分配呢？三、二、一，请亮牌。哎，你看，等一下。大哥最重要，大哥评分。我还以为有个逆向思维，是不是？你以为大家都会独吞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不告诉你独吞吗？刚才，你不说了和我一起独吞吗？我当时算的，我说高瀚宇独吞，迪哥独吞，傅龙飞独吞，然后我跟娜娜我们俩评分就赚了。没想到你做人了你，对不起啊。我错了，该独吞的时候不独吞，我的错。现在就只有大哥和娜比一路平分到最后，现在是零分。我申请换个队，是不是？要申请换队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目前的积分呢，有三位目前是积二十分，他们分别是傅龙飞、高瀚宇和杨迪。那么谭健次和欧阳娜娜呢，目前是积零分。我们换一组，来下一组，请上场。你们要分的是五十分的分数，真平分。我有一个玩法，就大家都盲抽，来呗。我有一个，防止哎，你说，我们选别人的，可以啊，啊，就帮别人选是吧？帮别人选盲抽，可以。丁程鑫，你来帮吴泽林推，好，这张好。王鹤棣，你来帮丁程鑫推，这张好。李雪琴，你来帮王鹤棣推，好。周柯宇，你帮李雪琴推。吴泽林，你帮周柯宇推，好，现在这个就交给有趣的机缘巧合了，缘分。来，大家手摸在这个卡片的边缘，我说三二一，请亮牌，三二一，亮出来。祝贺吴泽林和李雪琴。吴泽林怎么又有分啊？吴泽林怎么又有分啊？这个真没办法。没事，这回的我认，我可以接受就是机缘巧合，但是不能接受兄弟的背叛。OK。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第三轮的比拼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第三关，这是我们的第三个考验。
首先有请我们的本期特别嘉宾。哦，压迫感来了，朋友们。哦，好帅啊。我想不自觉的想往那边站一站。穿着西服跑不快的，没事。哦 ，no no， 那不一定 ，no no no， 我跟你不行，我现在看到这些人有条，看到他们有条件反射。是的，把大家带到这儿呢，就是为了让大家感受一下被猎人追逐的感觉。给大家特别介绍一下，这里有来自我们全员加速中节目的猎人。玩不了一点。好，各位要加油了。我们的方式是这样的，通道上呢有五个宝箱，离猎人越近的宝箱，里面的分值越高。每个人有两次机会，选择一个你想要挑战的宝箱，撕开墙上的贴纸，里面会有三把钥匙，这三把钥匙有一把是正确的，有两把是错误的。当你撕开贴纸之后，男生是8秒钟，猎人将会出动；女生是10秒钟，猎人将会出动。跑到红线那里，没有被猎人追住，你就成功拿到了这个分数。各位请注意，这是一个个人战，也是一个集体战，个人拿到的分数都计入自己的积分，总分更高的队将额外可以再分100分。哦，各位做好准备啊，大家好好这个热身。那下面就根据节目组的安排依次叫号前来挑战。好，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。你去前缘加速呗，啊！你去前缘加速呗，很好玩，真的好玩，太刺激了，好玩。哇哟，这个热身热的杂技了都已经。来来来，迪哥，一天来雪莹姐，谢谢，我也要。好，来来来，来。哎呦，刚好我要开跑前激活一下身体活力。是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来喝我们的每一天，激活肠道动力，保持身体好状态。它不仅拥有500亿太空实验选用的益生菌，还获得了4项国家专利，能够促进肠道消化，调节肠道菌群平衡。嗯，哇，这冰冰凉凉的，好喝，必须得多囤两排啊。是，多多补充益生菌，畅享每一天。好喝。首发的队员是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兄弟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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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的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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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哎呦，他去了，他去了！哇哇！这条路太长了，太漫长了，太紧张了，太紧张了，这个窒息，好窒息啊！来了，来了，来！完了完了，不对，完了！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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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了，好。他都快到了，快了，第二把，就差一步。我觉得我弹射已经够快了，跑到那儿了。你其实一度要逃离了，没想到啊，没想到。确实，是不是有几个跑得很猛的？巨猛。
下面谁去？迪哥。谁？干好爽啊！消消气，消消气，我很好抓。这个人也太悠闲了吧，他像来看展的，真的。哇，好近啊！50啊！真的假的？玩效果呢？可能吗？没有人比王鹤棣更懂杨迪，太了解了。我来一个30。哦，30不错，30可以的，30可以的。手都麻了。开始了，开了吗？完了，这个钥匙错了。啊！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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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！他没拿到，他跑出来，对这个环节有了误解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回去回去，我错了，我错，回去回去，回去了，走，兄弟们，走，走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哎呦，大哥，太吓人了，钥匙没选对。不错了，来来。没事，可以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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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运气很大的关系，不怪你，不怪你。下一个是哪鼻，头疼，哪鼻开始头疼。我要去洗手间做下心理建设。你去啊，要不晚点去，要不晚点去。果然人在紧张的情绪下是会想上厕所哈。啊，我以为我离开了咱们的节目，我可以不。加油加油，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。Let's go， 加油加油。哪鼻哪鼻。开始了，哎，开了开了开了，哦，开了开了，哦，开了开了，哦，打我跑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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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跑，大兵快跑，稳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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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跑得好快啊。66666，下面来弟弟，是不是可以去了？加油，拜拜，拜拜拜拜，来吧来吧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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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祝弟弟一把成功。王鹤棣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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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了去了，直冲50。
对不对，换换换换，完了完了，不对，错钥匙错了。弟弟不高兴，郁闷，咋搞的呢？那没打开是吗？弟弟不高兴，不知道。王鹤棣直接不回来给我们复下盘，直接开始了。他必须把成绩拿给我们看，加油，加油！他必须把成绩拿给我们看。哇，你看速度速度，哇好快，紧张死了。今天先导演。下一个是丁程鑫，走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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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兴奋度，兴奋度，兴奋度！加油加油！是。Go。其实就是开锁的问题。加油！你开的，你开到第一把，如果拿到就行。第三把都，第二把都拿不到，你就直接不用跑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加油弟，加油！给哥开，妈妈呀妈妈呀，小丁应该是直奔50，自己给自己唱歌壮胆开心。妈妈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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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在石那儿停留了一下，继续往前走，直接奔50了，直奔50，哎呦帅气。哎呦，抓我呀抓我呀抓我呀，他在挑衅挑衅。太紧张了吧，哎呦哎呦喂，开开开开开，哎呦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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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这怂弟弟啊。哎小丁，哎虚张声势的弟弟去了，我不挑衅你们了，跑慢点给我点面子好不好，都是男人嘛，是不是，是吧，给点面子啊。对，还是50，厉害，从哪跌到从哪爬起、哎、就是抽钥匙的问题，钥匙抽对了就赢一半。来了，哎呦，猝不及防，开开开开，来开了开了开了，可以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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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跑跑跑跑跑跑，哇他们这次发力了，感觉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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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耶
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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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一把对了是吗？对，一把就对了。漂亮啊！他们离你好远好远。汉语，哎，加油！走。好快好快好快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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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哇！漂亮哟！猎人跑得真快啊！哇，你看他们习惯性还会演，好帅啊！加油！加油！真选五十啊！我感觉他会倒回来。真男人，三二一，哇哇，有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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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回头看，跑跑跑跑，啊耶，他解锁好厉害。雪晴，雪晴，我看你行。这到我了。到了，雪晴，雪晴，雪晴，加油姐，雪晴，雪晴，雪晴，一定会赢。各位大哥，求救了，求救了，各位哥。二十，二十，可以。加油，李卓勤，加油姐，雪晴。完了。开开开 ，nice nice， 好稳，跑，跑，李雪琴跑，李雪琴跑，来，加油，加油，李雪琴，加油，走，来，快跑，加油，李雪琴，走，加油，李雪琴，加油，雪琴，加油。啊！真快是，真的快。啊！累死我了。哎。没事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哎，我还不上啊！你最后。还有，加油！我以为到我了呢。没有，还有一把，还有一把，还有一把周可以。我的心太崩了，这大哥心太崩了。哇哦！好，走的好正。我们现在红队落后蓝队十分，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吗？他们有一个周柯宇，我们有个谭健次。对啊。跑不掉了，跑不掉了！哎呀，哎呀呀，哎呀！稳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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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稳了吗？稳了，咱们现在已经赢他们十分了。Oh, no. 哎呀，气死了！好可怜啊，柯宇，懊恼死了。我如果零分，我们也赢是吗？啊，对，没压力了。但是你自己也分少。但是你朋友，朋友。但问题是你现在个人积分是零呀，要我等我们赢了拿一百分分我点不就完了？那不一定会分你啊，他们。你们这组有迪哥呢，你忘了？哦，人能给你吗？不不不，是高瀚宇。哎，上一把你是独吞的，你去吧。我心里有把钥匙。大哥，我赌一把。大哥，我搏一搏。大哥，搏一搏，搏一搏。大哥，你这属于表演赛了，真的。对，表演赛，表演赛，没压力，去吧，加油。大哥应该也奔五十去了，我估计，肯定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
来了，大哥来了。哦，来了来了。啊，不对。哎呀，开了。好，快跑，大哥。而且我还是第二把钥匙，是不是？哇，可以的。哎，66，厉害厉害，牛，厉害，第二把，不错不错，而且个人50分到手。可以可以，祝福你祝福你，你可别独吞了，好，不独吞，我们好好的。祝贺蓝队以160分赢了红队的100分。也就是说，除了这个你们各自拿到的分数加到你们各自的这个积分里面之外，好六加速队可以再分100分，180队可以分50分。现在把我们的卡牌推上来，我们要保证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得到。不用那么多分，你们已经稳了，你70分你得什么得？那分了不就没70分了吗？有人给芙蓉飞说一下吗？有人给芙蓉飞说一下吗？分了那100分，我们分的是额外的100分，你70分已经在身上揣着了，芙蓉飞。以后开会的时候你听就好了，做好记录。哎，听了，就是还是没听懂，怎么着？我真的是无语。那个谭健次，这把 OK 的，因为看他们那组的情况，我们当场算出他们的分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怎么做了，保我们自己人就好了。那先看他们。对，因为他们先分，因为他们分数比我们低。我觉得保你俩，我俩就太没必要平分了，真的只有50的，因为现在就是能保就保俩人。对，现在就保你俩，因为65大概率没问题，对，就保住你俩就行了。那我们俩平分，你俩平分，我们选独吞，我们三个独吞，对，可以。好，来吧，做好选择，来，来吧，好，来，3、2、1，请亮。好，三个独吞，两个平分，这是他们商量的结果，所以。少数的评分就50分，也就是两个弟弟评分25分，牺牲了兄弟，没事没事，对不住。哇，他们也在保自己人。杨迪，迪哥，跟我们俩洗车去吧。我不去洗车，要不我们5个来帮你们出？哎，好好，可以，行，你们随便拿。来，就是我们洗，你们说左还是右就行了，我怕他们看见。来，你想出哪个？都可以，你选都可以。好吧，交给你了。对，一个个开可以。好，现在来，蓝队的站到牌子前面，红队的坐好。哇，好刺激哦！一个翻啊，来，首先大哥，评分亮出来，评分好，评分，评分，评分，哦，我先开，好不好？独吞。那肯定他们仨都是评分了。我不会吧？独吞。我不会吧？独吞。阿斌。独吞。独吞。哎，还行。这什么意思？对，我们两个分100分，你有50分，现在我有120分。哎，一个洗车。我去洗车了。我去洗车了，什么命呀、啊！你看，结果到最后游戏里面我是最高分的迪哥，所以开会听不听得懂没关系的，我吃这个脑子没有关系，不用脑子。你不用。现在我来宣布，倒数第一名周柯宇0分。我怎么做到的0分，兄弟？我玩了一整天，1分都没有。倒数第二名杨迪20分，辛苦了，又是个。倒数第三名李雪琴25分。补充益生菌，畅享每一天，伊利每一天提醒您下期看点。开播以来最牛的泥浆惩罚，最六牛仔齐聚好六对决，李雪琴对上的是我们好六团反应最猛的人。三，开始。牛仔技能对决，看这边。
看这边。今天让你体验什么叫过街老鼠，多大球啊这是。大家看这边。你也有今天啊，来吧。火力全开，唯快不破，双人拼枪对决。哇，谭丹青这边好快了，那边来了。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。打打哦，好哦，好。哎呀，这个玩水确实弄不过王鹤棣。牛仔脑力对决，他们互扑不断。三号，请惩罚。大哥的都是不规范，给他加一个规范的道具，触发了防作弊机制。哎呀，大哥呀，请惩罚。这原来是互相伤害呀！巅峰对决，快打了打了，强强强！我们的合同太大了吧？谁是被幸运？这个人的名字三个字。你好星期六首届合作伙伴伊利每一天，补充益生菌，畅享每一天。你好星期六轻松关易达，打公交易达，轻松营业来两粒。淘宝，你好星期六，下节更精彩。淘宝，你好星期六，现在继续。你好星期六，精彩看不够。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，淘宝天猫618。好货好价淘不尽，在这感谢首席合作伙伴伊利每一天，补充益生菌，畅享每一天。感谢轻松关易达，打工嚼易达，轻松营业来两粒。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，参与话题互动，解锁更多节目玩法，锁定你好星期六，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，让我们一起期待吧。期待，来掌声给他们。玩得非常的开心，特别是刚刚的这个环节，让我们想到了每周六晚上的全员加速中，那个是非常刺激的，跟我们刚才这个环节一样，请大家多多支持，在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每周六为您带来的全员加速中。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，淘宝天猫618，好货好价淘不尽。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，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。你好星期六，你好漂亮，感谢你好漂亮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你好星期六，精彩看不够。下周六还有什么惊喜呢？那就下周六再见。下周见、哎、下周见，拜拜。